名字？对，身份证号码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你在这签个名。我是高登俊的律师，我来替他担保。他的律师来保释他。要是彼得帮我买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有吗啡。但是彼得现在失踪了，你和警方这么说，不是自讨没趣？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没把握？你是我的律师啊，我请你来干什么？你死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尽力而为，别发火了。高先生，什么事？建筑物条例执行署正式起诉我们，还有死者的家属物品法院要求我们赔偿。哼，真是祸不单行。高先生，赵律师，你又多了个生意。有什么事你们找张律师吧，别烦我了。哦，麻烦你了。我不在乎，我什么也不在乎，只要我高天俊一天不死，长郎你就甭想有好日子过。你个臭小子，不会有好日子过的，不会的。小姐请坐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我想要一张去纽约的飞机票。你想订什么时候的？最快什么时候有啊？哦，你等等啊。你在看什么啊？我在看警匪片。假的，刚才那辆车撞过来了。那你看，你看那个人。不是的，刚才那辆车真的撞过来了。那是电视，是演戏呀。别怕，假的啊。不是，他怎么了？坐下。哦，刚才展翘看警匪片，他想起以前的事。啊，你想起什么来了？不知道，我好怕，我不想再想。你再想一想啊。不愿想就别想了，就当是过去了。你可以从头开始啊，你不觉得现在很开心吗？是啊，我觉得现在很开心。没事了，好了，吃饭吧，我拿菜啊。文姨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刚才去买飞机票，我决定回美国。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啊？你跟展翘在一起也很开心呢。我跟他没什么，你误会了。快出来吃饭了。来了。文姨，文姨，你听我说。来，你尝尝我做的沙律，我放了点大芸豆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好，谢谢。那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哦，对，这个月底28号，我就要回美国去，因为我是在那边读土木工程，所以想到那边去发展。你撒谎。就是啊，你何必骗我们呢？你去美国啊，一定是去找你的未婚夫。你说你的未婚夫到美国去了，对不对，阿朗？这什么意粉啊？白汁鸡黄意粉，阿朗他说他喜欢吃的，所以我就煮了点了。来，你尝尝看，你尝尝好不好吃啊？谢谢。阿朗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
我帮你，谢谢啊。哎，文艺。哎，你说三个人挤在一起不好的嘛？你快出去啊，别在这碍事了。不是，我是来倒杯水的。我帮你倒，你先出去。文艺，你不能走的。你别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不能走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展翘很快就可以康复了。你舍得吗？他是为你受的伤，你这辈子也不会离开他的。那你舍得吗？你舍得离开我？舍得放弃这段感情？你舍得吗？我不舍得。舍不得也没有办法。那好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说，说你不再爱我了，我就让你走。你说，你不要逼我。你说呀，你不再爱我，你看着我说。你不要逼我。你说。不要逼我。你说你不再爱我了，你说。沈文艺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啊！展翘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能打他呀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听我说。文艺为你受了多少委屈，他受了多少痛苦，你听我说，我爱的是文艺。你说什么？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原来你一直在骗我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了。展翘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们。展翘，展翘，展翘，展翘。展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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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弟啊，回来睡觉了。乖，走。我曾用雪话留住你，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，为何会不起？分手将我完全你，这伤痛怕我轻易。展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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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扶起来，展翘，你醒醒，展翘，展翘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刚才洗完碗。就看不见你们了，我出来找你们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展翘，刚才发生什么事？你一点也想不起来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想不起来了。你真的想不起来？啊，文艺，先扶他回去吧。先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嗯。文艺，他怎么样？他说他很累，上床睡了。哎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命好，他总是可以忘记了不开心的事。文艺呀，好了，事实不是那么完美的，三个人之中有两个人开心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展翘需要你的照顾，你也应该照顾他。你明白吗？我对展翘只是道义上的责任。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你别说了，文艺，展翘，你不是睡着了吗？是啊，我刚睡着就醒了，好像心里有点什么事啊。哎，
你说你来不来得及做了我的伴娘再去美国？伴娘？是啊，我跟阿朗呢早就想请你做伴娘了。哦，恭喜你们。怎么了？谢谢。你答应了，我现在可以睡了。睡吧，睡吧。浪荡路中，这心哪怕更酸，落寞日子痛过了便算，遗忘的太多太乱。命运像风暴，一生多变动，木讷面孔失缩扑向雨中，扶着寂寞枷锁，爱放纵自我，无忧的心不懂珍惜。文英，漂不漂亮？好漂亮。当然了，她长得又高，可以把衣服撑起来，能穿得这么漂亮不多的。阿朗，你说呢？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我怕配不上你啊。你先生真会开玩笑啊。哎，我们到那边去挑耳环呢。好啊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出来啊。文一。哦，我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怎么，挑好了没有？文艺啊，你帮我看看哪一对好。我觉得这对珍珠的好，看起来比较清秀。可是怕不怕太素了？我就要这一对吧，文艺说好了那就行了。你怎么信得过我？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要害我，你也不会害我的。二瑞在不在？他马上到了，你先坐在这儿等一会儿吧。给我一杯啤酒。啊。Hi man, looking for some fun? Awesome. Come on. Hey, get over here. 快出去！神经病。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啊，没事，没事，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在哪儿？厕所第二个。帮我准备车。好。你干什么？下车！下车就下车，干嘛这么大声啊？哼！
我今天什么人都不见。不过张律师早就来了，在里面等你。走。我今天的心情不太好。田舍发展一开始就急切，你的心情我很了解。那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的官司就快上庭了。我只想知道能不能赢。先说第一件，死人塌楼的案子呢，都着重在赔偿这方面，只要你肯给钱就行了。钱没问题，我一定给的。不过马飞的案子呢，就麻烦了。我已经说了，钱没问题，我会给的。高先生，钱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。你是我的律师，我请你来就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。高先生，你应该明白，你是坐过牢的。就因为我坐过牢啊，也就算抵偿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就因为你坐过牢，法官就会审判的严一点。那又怎么样？如果你是第一次初犯呢？我有把握帮你求情，求的缓刑，但是你现在最好有心理准备，你可能又要坐牢。坐牢？你有没有坐过牢啊？你知不知道坐牢多惨呢？别说几个月了，就算两个钟头、十分钟，我也不想再进去了。我发过誓，我不会再进去的。看什么？好不好看？好极了。还有呢？就这一张啊？我只要了这一张。是啊，一百张和一张都是你们俩照的。啊，对了，我看。我可能做不了你的伴娘了，我月底就要走了，别为了我赶得这么急了啊！结婚一辈子就有一次，还是慢慢的安排吧。不会有婚礼了，我只想有这张照片。我说过，我只想试试做阿老新娘子的滋味。我想要的已经得到了。展翘，你没事吧？我只想要这张照片，我已经了了我的心愿了。阿朗，我还给你。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呀？阿朗以前是爱过我，可是他现在爱的人是你。你恢复记忆了？我很想忘掉以前那些不开心的事，可惜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在骗你们。那你现在怎么肯告诉我呢？我已经决定回澳洲了。展翘，你可以留下来的。这怎么行呢？难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啊？
有些事不是那么完美的。三个人有两个人开心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这是你说的，你能做得到，我也能做得到。可是你现在一个人孤零零回澳洲啊？就是因为我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我去哪儿都不要紧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是这样呢？如果我们俩有一个不出现，那该多好。不要问为什么，我习惯了要接受现实。展翘，你为阿朗牺牲了那么多，你又没有亲人，你现在连阿朗也没有了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就因为什么也没有，我可以生存下去，我以后照样可以生存下去。你就这么走了？我本来很恨你的，可是我又没办法恨你。我到了那边再写信给你们。你等阿朗回来吧，他就快回来了。啊，我看见他就舍不得了。还有你，你也别送我。展翘，你去哪儿啊？怎么拿着行李啊？你说的很对，很多事是不能挽救的。当时是我放弃，以后就不能属于我了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话，把行李给我。展翘，你别怕，我叫救护车。啊，阿朗，阿朗，你等一下，展翘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阿朗。虽然你不再爱我，可是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。傻丫头，你说什么？我们俩就快结婚了吗？你要娶的应该是文艺，不是我。你我恢复记忆了，我想起以前最开心的日子，你骑着摩托车到难民营来接我，我只想去兜风。去兜风，我带你去兜风。你好了以后，我们一起去兜风。你要什么啊？照片，照片。我帮你拿。相片。你看相片。啊，一起看。啊。你。啊，什么？你答应我。这张照片跟我葬在一起。展翘，你不会死的，我去叫救护车。你等一下啊，展翘，你等着。展翘，展翘，展翘。
文英，阿郎在里边。阿郎在现场，可能看见凶手。阿菊，你让他静一静，他现在不会有心情跟你口供的。改天再问吧。阿郎真可怜，是石人门下的毒手。我高天俊要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别怕，镇定点。你今天很漂亮。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还漂亮。你怎么这么漂亮？啊？你真的很漂亮。你问我干什么？我现在告诉你。你瘦了，为什么？程老欺负你啊？程老欺负你啊？说句实话，他也是捡我的二手货。对不起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他可以做的，我高天俊一样可以做。走开！你以为你是什么呀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岂有此理！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真的那么讨厌呢？说，你变态的！我是变态的，我变态也是为了你，为了程朗。你别怕，别怕，乖乖的，乖乖的。程朗毁我前途，你毁了我的幸福，我要你们俩还给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没得救了，你没得救了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比我好，他只是个小工人。我有钱，我是大学生，我是工程师。他凭什么把你抢走？凭什么？说，他凭什么？我只爱他一个人。
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爱他还是爱我？我只爱陈朗一个人。喂，阿朗，我是家驹啊。家驹，什么事？开枪人高天俊，我们已经找到目击证人了，可以正式通缉他了。喂，阿朗。喂。展翘是你杀死的，每次都有人帮你做挡箭牌，这次可没有了吧？哎，别挡着！走啊，快走啊，走啊，别叫了！开枪啊，打我呀，打这儿，打胸口啊，打呀，开枪啊，你不敢呐，开枪啊，不敢呐。高天俊，你要害死多少人才收手？你说。怎么不说你害的？他们全都是因为你而死的，最应该死的是你。高天俊，你不能死，我要你受法律的制裁，知道吗？你别做梦了，抓住我，上来，上来。
上来！我不会坐牢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再做梦了。你上来！娘，赵天君。阿郎，叫救援车。是。阿郎，没事吧？展教，这首歌是你最爱听的。其实我真不值得你爱。展教，希望这里你能喜欢，得到安息。我祝你安息。陆哥，阿俊葬在这里。再见。你呀，这么久才来看我，还是不是兄弟啊？你胖了。哼，没烟没酒，只好多吃饭了。你的书呢？读得怎么样了？我报了名考会考。喂，现在临老了才考状元，我现在可用功了，能考合格我就开心了。喂，你呢？阿宝，你有没有后悔啊？没有啊，做人当然要向前看了，过去的事还想着干什么？你后悔了？没有。每一个人的一生中一定要选择一条路，你愿意走也好，不愿意走也好，一定要走下去的。不管怎么走也没我的份儿。我没自由，我失去自由，我失去。坐下。还管我。喂，你还有人陪你呢。前面一点，照张相啊！哎，照张相。啊，新年了！真的要吗？啊，真的要！好，亲亲。啊！文一。
发生这么多事，我相信我们两个都是需要点时间来复原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。